女人美得很，今天要去哪里狠呢？狠什么呢 ？Let's go！ 主人，欢迎你回来，欢迎收看《女人美得很》，我是今天的狠角色，我是志馨。哎呦，我现在不是在女仆餐厅哦，不要看我穿成这样，看我送泡面的吧台，你会不会以为我是在一个 live house 或是酒吧？其实都不是。我现在在的地方就是大直的婚宴会馆，但是大直的婚宴会馆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个吧台呢？原来这个限定吧台就是为了配合我们全村石花大师的电影《杀手餐厅》而仿造的电影场景。大家有没有看到？是不是不管怎么拍、怎么摆 pose， 都是非常的美丽呢？根本就是 IG 的网美打卡圣地。是不是太多太多？而且他们非常厉害的是，他们连电影里面的餐点都复刻出来了。你看，这个是芭比的苏芙蕾，庞贝罗的汉堡，还原度非常的高，跟电影里面一模模一样样。哦，是不是很棒呢？虽然我们在播出的时候，这个限定的活动可能已经没有了，大家也可能吃不到这个美食，但是没有关系。喜欢全村石花大师的朋友一定要亲自来这里看一看，走一走啊，真的太梦幻了。哇，好美哦。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会场的空间，刚刚的活动结束了没有关系，因为这里还有全村石花大师在台全台唯一常驻型大型的艺术品艺术装置。哇，你们看一下它整个色调都是用非常缤纷数十种的紫色为主视觉，有没有很迷幻？来到这里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还有你看我后面的水晶灯是不是超华丽的，简直就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啊！全部都是由全村石花老师亲手设计的花朵影像，是不是很棒？一段灯光秀呢，因为啊，这也是大师操刀设计，动态光影与音乐结合的艺术作品，只有来这边包场的贵宾才能看到哦。想看完整版的秀吗？快叫老板来这边包场办尾牙吧，临场气势更惊人。好漂亮哦！我真的真心推荐想要结婚、想要办婚礼的朋友，或者是你就是一全村石花老师的大粉丝，一定要参考这里，亲自来这里走走看看，在这边办活动、办婚礼什么都好，因为这里真的太特别、太漂亮了，推荐给你们。女人美得很，我们下次见，拜拜。